鹿港冬游季系列活动当中，上河人基泰小食宴伫三号、四号闹热来举办，现场每一桌拢坐甲满满，参加的民众大家嘛拢食了非常欢喜，整个场面相当的盛大。来自各地的乡亲，大家是一项一项品尝鹿港的小食。台中太平来啦，第一个参加啊。袂歹啊，真好啊！我是彰化市来，我第一届来上来食上寿宴，啊，真正有够赞的啦！啊，老赞！啊，叫你赞！每年的小食宴拢受到众人的喜爱，大概一开放报名，拢是几分钟内底就压满截止，嘛看会出小食宴独特的魅力。咱冬游季吼，到今仔日会使用上届高调啊吼，啊，今仔日较早是咱鹿港小吃宴，那咱每一遍咧办这個小吃宴，会使讲总供不应求。啊，常常吼，讲等候啊，这个报名了后，再讲伊啊，报无到安尼吼，这非常歹势。阮每一年总同款，今年第六年咱同款办300桌，嘛是10分外钟啊，到秒杀。那即届最主要，咱有29道菜，要予咱全国好朋友来到鹿港这边的，当咱鹿港的小食做一个食早教。啊，你若收19道菜，一人菜都10块尔，会使讲。啊，非常的便宜。那咱这回分做四项，啊，第一就是这个冷盘，过来就是咱的主菜，过来就是咱的这个甜点，啊，咱那个有伴手礼，啊，所以吼，昨办一场，加办一场，啊，人客大家都非常的欢喜，嘛会当借着咱鹿港上界有名的小食，吸引多啊侪这个观光客来到这头。咱以前是办啊中昼时，即马改暗时，最主要是讲。伊是予游客来鹿港佚佗，那暗时啊，啊，等者食食咧，再回去啊咧吼，这是咱整个公所吼的一个规划。店长表示，小食宴办到即马，场场爆满，供不应求。公所即马嘛开始规划扩大举办，予更加侪人品尝到鹿港美味的小食。新竹发新闻蔡良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